我，我当然会很干啊。像那么大的雨送过来，还被拒收，很生气就对了。对啊，当然会啊。那你会把原本让他原本都要放在我们家，我婆婆说不要，因为这样吃的东西很有一些食安问题，或者被别人拿走，不然拿走是问题。然后那个外送员就很热心，他就一定要送到就对了。然后他在聊西进去，他穿夹脚裤，走一步鞋子都掉走一只，然后总共捡了两次。三杯饮料，而且下大雨，你既然要叫饮料，那人家送，而且要送到，人家说你不喝了。